在陈斌公司楼下的书城遇到天宇，他一直说我是想遇到陈斌，但我其实也说不上来为什么不由自主的想来这里坐坐，结果真遇到了。可遇到后我发现其实我们没有什么话是能说的，但当我要回去时，有是有，也行啊。我，女士优先，你先说。我们好久没有碰碰在大街上的夜景。如果上次那次遇见不算的话，是好久了。冬天太冷，都没有之前舒服。已经立春了，冬天过去了。冬天真的过去了。以后会回暖的。回暖后，散步还是一个感觉。咱有话好好说行吗？别整这文艺的，直说。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你是想问我还回不回去？我觉得我们现在这种关系挺好的，起码我们晚上还能一块散步。我就是个麻烦，牵扯的越深，越能给身边人带来伤害。何况我还是个偏执的理想主义。你有什么想问的吗？没有。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所谓的真实爱情。可是我总想说爱情给带来了什么。今天如果有时间陪我去个地方，一直有玩的穿，如果没时间吃饭。